风随意吹乱她的头发，她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，只笑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。还有十五分钟才午休，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，安定的日子不一定就是幸福，忘不掉她的心里做过的梦。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是什么歌吗？十点半的飞机场，还没到十点半不会飞机场，十点半没有没有，提早我们是不会让飞机起飞的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也是一首陶喆比较经典的歌，来自于他的第一张专辑，不知道大家猜得到是哪首歌？秒杀，耶、yeah. ，说的对，去前台去领杯自来水喝。笑。是。